就是说，我可能就是体质不太适合高原。我再给你充点电就好了。洗菜，洗菜，拆蜜，拆蜜。个火腿肠煮白菜。看我捡到一个苹果，哪里掉来的苹果？六七温度都到处跑了，往上走的少，四面都扩散掉了。有没有人尝了尝？还没有。你不吃啊？看你吃呀。这多爽啊！